要换谁呢？像我也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找回童真。不是真，找回童真，是童真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跟许博士聊太久天了？是这个原因。不要骂我，毕竟好像也有一些难道就是为了要找回童真，所以才会有那个新闻？要去请教他怎么找回童真。事情很重要，扑朔迷离耶。我说事情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到底要几岁是重要？就是保有童真。OK， 大家不要误会，是童真。OK。是只有你可以去找他找回童真，还是大家都可以？大家都可以。来。来电影院找，带着他一起来看电影嘛，对不对？